二月十日消息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38岁港星陈晓东与小12岁的小护士女友王雨贤传出预计12日结婚。小两口刚从迪拜度假返回香港，陈晓东经纪人说，太多人在问婚讯了，小东待会儿会自己出来公布。外传小护士已经怀孕2个月，大年初一，陈晓东已赴台中女方家中提亲。2月10日下午，陈晓东发布一张与女友及双方家人的合影，他与女友穿着中东服饰，满脸喜庆，而双方亲友则齐齐相聚，喜气洋洋。他语带俏皮地称，双方家长已经见过面，并谈妥婚事，称这是一次历史性高峰、高大上的度假，独家中东会面，两国元首列队出席。会议上谈到可以娶4个老婆，帮忙减轻原配夫人家务的议案，已经被他和一众反对派领袖们提出反对，说怕我太累，还是赶紧赚钱，别胡思乱想。